就咱的心中，来天上宫，咱的天上圣庙，五福众神，求会天上信徒欢天下，并祈求众信徒福寿绵延，祝贺顺缘，台湾兴旺，五谷丰收，广条不顺，国泰民安。分享一台哦，西瓜片来，西面上的我乃一五五七。
非常感谢咱各位的掌声与鼓励。咱新店大来天佑宫，各位神仙大德、大众弟子、孙孙子，大家晚安，平安吉祥。今日是咱大来天佑宫六二年农历三月第三日，咱调查在咱的天上神庙来调查祝寿。我是圣诞节节目日记，就会邀请到咱来自鹿港的范祥乐团一同来参与咱新店大天佑宫，咱的天上圣庙祝寿大典的演奏。感谢圣诞节节咱大天佑宫天上圣庙圣诞节节全节节范祥乐团范祥乐团圣诞节节圣诞节节相信在天上圣庙，我都会请他各位神仙大德，能够在新的健康、万事如意、平安顺喜，然后大家年年发大财哦！特别感谢咱今日请主，咱的新主逆天后宫董事长林振声老板。特别感谢今日请主，咱的公安弟子严林生先生。特别感谢咱今日请主，咱的木文弟子李忠新老板。特别感谢今日请主，咱的木文弟子李建邦老板。特别感谢今日请主，咱的木文弟子王昌哲老板。特别感谢我们今天的群主木文弟子刘佑老板。特别感谢今天的群主，我们的木文弟子陈永林老板。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群主木文弟子于凤月老板。感谢以上老板一同喜现共达神恩和敬平安。会员团在民间的演奏时间，那一定在顶波箱哦。这样这些光天带来万事如意，就让你心定大天有功，平安万千里，信徒莫天堂，来祝各位一世平安健康，都会修万事如意，让我们祝福你。